现在不，现在走路超缓慢的，深陷泥沼之中。No！ 我踢到什么东西啊？哇！没关系，哎，电到是一起电的、哦。妈，你好不？会死啊！后面没有吧？解决解决！啊，我怎么把它关掉？好，结束了。踢到那种鬼东西，引起一堆人的注意，真的是。还浪费好多子弹了、啊，哇，好想捡啊，在对面哎、欸，怎么会在对面呢？我们先走这里一下好了，这边可以捡到我们要的。这边吧，放火，来吧，有了，嗨，你好。大鼓，哎呀，你拿到一把钥匙，嘿嘿嘿，好钥匙不拿吗？好了，我们这边解决了，我们往左边走看看。哦，原来这边也有路啊。那这边的路跟这个正中央的路差别在哪里啊？这我就不是很了解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先走这里。只是要小心一点而已啊！啊，干你你！才刚讲而已，妈吓死！这被吓几次啦？吓死宝宝啦！好恐怖啊！怕怕的，快跑啊！哦，又有电流是怎样？转吧转吧，七彩霓虹灯。好，解谜啊、哦！这解谜的成分了，分线盒的保险丝，哎，把它拿走就不会电人了，哈哈，这么简单啊？不是，啊，转这个是什么意思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先转再说。哦，转两次就好了、欸。好。哦，把水放了下来。嗯哼，哦，水位降低，我才可以继续往前嘛。只是感觉又有陷阱来着的，不是很好啊。哎呦，妈妈，空罐子，哎，直接让我往上爬了、哦，太好了，有敌人。看，浪费我的子弹，那直接把他抓走就好啦，我以为他来干嘛嘞？子弹不够了，直接挂点。嘟嘟嘟嘟嘟嘟。而且重点是很屌的是，为什么那个八爪章鱼知道这些僵尸的位置呢？啊？啊，这笨打！妈的！不能打，好吧？啊，为什么会知道位置？会觉得很神奇。眼睛看得到你，不是很了解就对了。还是说他们触手可以感知人的位置啊？物件的位置在哪里？我会不会被压死啊？拜托不要压我，我不好压。你感觉好像是人体的器官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括约肌。哇！这个电的这样是怎么回事啊？关得掉吗？被发现了。电时间。
还要试发哎、欸，好麻烦啊！不要杀我！哎呦喂啊！子弹量不够喽，这里过不了啊！ 这没什么那个开关可以把它关掉这样子，没有啊，电量一直在，难不成是这里啊？通通拿去做基金。 这个也是，我觉得这个电放完了，他们全部都会关起来，然后我们就出不去了。我是这么觉得啦。然后这边是干嘛？这边也出不去啊。哎，那边是有个罐子没捡，啊，没有，是这个。算了，先放看看就知道啦。啊，不放怎么会知道嘞？ 放一下，放一下。好了，哦，我是拿，不是放啊。哎呀，长到这边来了。小坏蛋，那还蛮多汁的感觉。 卖挠哦！我觉得这个放开之后，哇，还可以转这个嘞。那只在那边，他没看见，我们先转再说。把水闸给放，把那个水位给放下来。 一放就那么多只，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他奶的！妈，你搞黑金啊！非常好。啊，这边什么都没了嘛，子弹也装了吧？好，可以走了。Go go go！ 贪婪，没有给子弹，失败。好烦啊！这敌人也太多了吧？哪里啊？我靠！这个敌人可以不要这么多吗？我觉得那种弹，这个上面的弹弹看起来好可疑哦，感觉随时都会爆那种感觉。No！ 放下来，放下来！啊！啊，没子弹不就给谁？啊，大大，啊，如果没子弹，我们就倒霉吗？我剩下五发嘞，感觉好像不是很好对付哎。嗯，爆炸箭矢，好吃好吃，谢谢，通通都给我了。 好多、哦，就是没见到子弹。哎呀，什么声音？感觉要来了是不是？要来了是吧？那我先存档了。这边没有那个吗？笔记之类的吗？哎呦，有一图板，有图板。啊你啊喂！ 醒来了 ！Go go go！ 存档存档存档，感觉要进入 BOSS 喽。
而且那家伙也不在了。来吧，上吧，不要害怕。来，把我们的能力加至最满，马上解决它。是怎样？要转这个？哦，刚好我们有三个哎。哦，解谜啊、哦！解谜呢？不是这样解的啊，大哥。我们只有两个啊！不是这样子的，大哥。停了！哎呀！当我是谁？电工吗？啊，这就是要解完才可以搭电梯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们还有其他的没有那个吗？感觉没有这么的简单，感觉没有这么的简单。这个不是放这里的，对，这可以旋转吗？它是不能旋转啊，这个位置就是长这个样子。没有旋转功，没有旋转的功能，我怎么把它往下？我觉得这个往下才是对的啊。没有旋转的那个功能嘞、欸。直线，这好像只能选其一，选择其一做而已啊。所以说，最多也只能把这个摆到这边来，让它有电，暂时性的有电。您说是不是，达达？暂时性的有电。转看看好了，花花花 ！Oh my god！ 挂了吗？不！哇哦！果真要打 BOSS 了！来拿出我们失传已久的麻醉那个火焰枪，两剑要你死！还不死？四发都给你了哦，还不死，有点强，有点强，四发都给你还不挂？喔！来，我把我全部东西都给你了，你在哪里啊，大大？大大出来讲啊！这可以直接踩吗？啊，原来爆炸、啊！这里掉下来了，解决了，死了吗？那啊，看向远方是不是？看向发电机是吧？好了，我知道，他挂了。哇，加一万好多哦！果然这个鱼叉枪威力惊人啊！然后全部都化成烟飞灰灭啊，烟灰飞灭啊，怎么灭的？全部都往这边飞了。然后这里呢？哇，原来这边还有一个啊！那我看一下啊、哦，拿到了三个，比较不一样。先来重置好了。啊，重点是这不能旋转啊！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最好是啊，呵呵呵呵。为什么不能旋转啊，大哥？大大，如果你能旋转，该有多好啊！对啊，这边只有写插入零件、重置零件跟离开，没了。哦，原来那边是有一组电力啊！我好像瞬间懂了什么。是这样的吗？各自发电是不是？是这样各自发电的吗？啊，我好像不懂哎、欸。算了，管他的，反正好像莫名其妙解完了，就发就对了。
哇哦，哇哦，各种电的。啊，连这边都打开了，哎、欸，捡东西时间，哦，好爽、啊。这应该是个道具房，我就知道，是不是？哎，太爽啦！好，我们电梯可以晚点搭嘛？来来来来，捡东西哦，太开心了！啊，女神像在这里，钥匙，增添一把。好了，都捡完了，哎，然后可以坐电梯上去了，是吧 ？Go go go， 离开这个鬼地方 ，Nice， 拜。哦，黑黑的，一切应该安好吧？我觉得安好如初。哇，这是哪里啊？下雨又下雪 ，What happened？ 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暴风雨。爱就像暴风来袭，说来就来，说去就去。哒哒哒哒哒哒，让巨大的变天决地。You。我不想的预感，你还可以走这么慢，是吓到腿软了吗？快点跑啊 ！You， 喂，啊，你想对我做什么啊？应该又来一个。哎，走开啊！啊！大大，不要杀我！哇！只能跑了，没第二句话。这里要塌了 ！Oh my, oh my god, oh my god！ 乱！哇哦，跳到这边来，这是哪里啊 ？Hello， 这里是哪里？这边是哪里啊？嘿嘿。啊？哪里过来？感觉又是实验室，哎、欸，又是大脑实验室。你又冒名的发表我的研究，就这博士，这博士盗取他的那个研究啊。Nobody in the world knows you even exist. Oh, but they will know. I have surpassed you in every way you can imagine.No matter. I have what I need. All that's left is the procedure. Indeed. That is why we are here. 所以我们才在这里，这是城市。We. We. 还有谁？啊 ？You wouldn't dare. 你没那个胆子。You couldn't complete it without me. 没有我，你不可能完成的。Precisely. 确实如此。这博士真的很阴险哎、欸，偷人家的，偷这个卢维克的，啊，偷他的资料，然后呢，运用他的东西，不优啊，是这样。想让我同情你吗？哇哇哇哇哇！哇哇哇哇 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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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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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这些是谁？拔！拔！拔！还有吗？哎、欸欸！拔！看不到啊！还有吗？哇！哇！哇哇哇哇哇！哇，结束了。
哦，通关了第14章节 ，OK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呢就先结束到这里啦。那我们第14章也通关了，差不多要结束第15章啦。之后呢 ，DLC 的部分老头会用直播的方式来完成啊，所以说呢，各位敬请期待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可以订阅，右下角可以喜欢或下方留言说老头，我们下一次《血印入侵》结局再见啦，拜拜。